史丹利于2015年与 Gigi 结婚，两人结婚后坚持不生孩子，一直过着自由的两人世界。虽然两人没有孩子，但也时常发生不少趣事。日前，史丹利在社群公开了老婆昏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照片，他表示自己下班回到家就发现老婆将倒在地上，当下吓得差点就要叫救护车。幸好最后他去叫 Gigi 时，对方立刻给予了回应。事后他询问 Gigi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为什么会躺在地上， Gigi 则澄清自己没有身体不舒服，纯粹是因为地上比较凉，这样躺着比较舒服。听到老婆的回答，让史丹利觉得既无奈又好笑，直言虽然这样很可爱，但是很热的话可以开空调，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真的很吓人啊。同时也让他想到日本电影明天回家老婆都在装死，笑说害怕自己哪天回家的时候开门就看见鸡鸡把自己的头塞进假的鳄鱼嘴里面，引发网友们爆笑。